莎莎，莎莎，妈，怎么了？莎莎，前几天你给妈说那个事儿，妈呀也考虑一下。你看，给小波你们两个也挺不容易的，咱家的开销也不小。我啊也想帮你妈一把。帮你妈呀，也就是帮你们两个，咱们呀毕竟是一家人呀。妈专一办了个卡，我把我的工资分给你妈一半，你妈没困难了，你们也就放心了，拿着吧。妈，这两天你也想吗？我觉得我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太对呀、啊？没有什么对不对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妈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什么可谢的，这也是妈帮了你们两个吧。收下吧，给你妈送过去。妈，我就先替我妈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了，赶快给你妈送去吧，都是自家人。我知道了，妈，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